人们今天吃大羊排。哎呀，给老整块瘦的吧，老不能吃肥的。哎呦妈呀，掉了！我姥姥在那个，在我婆婆那儿了，着急忙慌走了，现在还有点呼哧带喘的。慢点，那长块瘦的，肥的不能吃。是，今天吃的大羊没有下牙呀。嗯。那其实吃点肥的正好，但是你还吃不了肥的，来口这个吧，老。嗯。这个苦瓜煎蛋。你刚吃我的嘴有。来一小口。苦瓜煎蛋，血糖高的人吃苦瓜煎蛋好。嗯，这啥苦瓜煎蛋？嗯，今天又溜达了呗。嗯，哪天都溜达。嗯，家人们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觉得我老公做菜有食欲的，赏我们个小心心，送我们上播热门啊！谢谢家人们了。姥姥往前点，姥姥。慢慢嚼，那个牙下面牙少一块，瘦一堆出来，里边大石牙上面没有。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，给切红。这样又录视频，老爷吃羊排喝酒。嗯，再来一口这个，你再切口，一口吧，没事了。